就好奇嘅，一隻兩百幾蚊啦，一隻可能有幾萬。喂，晴雯 2B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花散妹。咁我都好耐冇出過嚟唱歌，咁同埋呢一個係咯，即係好難得，而家十一月嘅時間都仲可以出到嚟唱歌。咁我會嘗試下，唔緊張嘅，因為真的太耐冇出過嚟，我試一下音響。第一首歌咧帶俾大家嘅就係《The End of the World》啦。咁點解會唱呢首歌呢？唔知道大家近排有冇睇《The Queen Gambit》？其中有一首咧，佢突然間男女朋友、男女主角啦要散嘅時候，就突然間響起呢首歌。咁我就覺得哇，好正呢首歌。咁加上我之前有一個朋友喺另一場音樂會度都有唱過，咁所以就好想帶俾大家聽。
就係 The End of the World 啦。咁係唱呢首歌嘅時候都好有感觸啊。咁係啦。咁接下嚟咧，第二首咧就唱首開心啲嘅歌啦。咁呢一首我其實上一次都有喺呢度唱嘅。咁同埋都好多謝，要再講多次，真係好多謝 Cathy 俾機會我再嚟呢度唱啦。咁對上一次咧就真係好驚好驚，因為始終第一次出嚟，咁又未試過 busking， 咁係啦。咁上一次咧，我其實我好多次 busking 都會唱呢首啦，因為我真係好中意呢首。咁呢首歌係陳奕迅嘅歌啦，叫做《今天只做一件事》。咁希望大家有陣時即係城市人啦，我而家開始啱啱翻工啦，我每一日都做好多好多嘢，跟住好似翻到屋企可以開套 Netflix 嚟睇都好開心咁。咁但係都唔好忘記啦，即係星期六日可能出嚟放鬆下，咁淨係做一件事都已經好足夠，同埋好開心啦。咁送俾大家，今天只做一件事。世界永远太少空间，因此花一天支配一切时间。发觉这世界永远太细心机，因此花一天思索一切道理。消失太快，捉得到太少，因此花一天感觉一切是爱。茫茫人海，或有几多扑于掩盖，人人寻找爱，或有几多争斗与比赛，越觉得选低几多未变的爱。慢慢地合作新思，静静地碰撞午睡，才发现需要换来几次厌闷，几多真爱，有各样叠在和充满。因此我要努力继续能恋爱，慢慢地迈向天朝，静静地怀念昨日，再决定今天只相信爱。叫皱纹散开换青春归来，因此我喜欢花一天感觉一切是爱。世界永远太小心刻，因此花一天改变一切习惯。发觉这世界永远太多挑剔，因此花一天拥有一切运气。消失太快，捉得到太少，因此花一天感觉一切是爱。茫茫人海，或有几多少少嘅歌，咁呢一首咧都係我好中意嘅歌。
同埋之前咧都有表演過，咁嗰陣時表演咧係喺另一個音樂會度表演，咁嗰陣時咧係仲有一啲其他即係好得意嘅一個配件仔可以吹嘅，咁但係而家因為唔可以除口罩啦，咁都唔好咁樣做啦，咁所以我會陣間用口嚟啦，大家就可以試一下聽。咁呢一首歌咧，其實係叫做《我還年輕，我還年輕》。咁我覺得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唔係好後生，我前嗰排同朋友傾開偈，咁佢就即有一啲音樂上嘅嘢唔識啦，咁跟住佢就喂，花旦妹你唔細噶啦喎，你應該呢個年紀要識噶啦喎，咁我就開始喺度諗好多嘢啦。係啦，咁送俾呢首歌俾大家啦，《我還年輕，我還年輕》。
我還年輕，我還年輕，希望在座咁多位都係仲依然係咁年輕，咁有夢想嘅就追隨啦，好似我咁無啦啦就上咗個台喺度唱歌。好啦，咁睇下先，下一首歌呢，我想唱呢一首啦。呢一首我好似冇練過，不過見到在座咁多位應該都係同我係咯，我自己都會聽好多舊歌，咁我都想唱翻呢一首。出翻好多一啲新嘅 remix， 所以係啊，大家多多支持一下，因為我覺得好特別啊，即係仲可以聽到佢嘅聲音，我覺得好神奇，咁同埋係咯，我都好中意。咁好啦，咁下一首歌咧都係我會唱翻陳奕迅嘅歌，因為陳奕迅係我嘅偶像，咁佢近排又出翻嚟。咁呢一首咧就係、是《全世界失眠》。我諗好多人都有咁樣嘅情況啦，咁不論係咩事都好啦，咁尤其是我前排失眠都失得幾勁，咁所以一失眠嘅時候就會好想聽呢一首歌，咁希望大家聽完呢首歌之後今晚唔會失眠啊！
全世界失眠，希望大家今晚聽完之後不要失眠好啦，咁之後仲有一首歌的時間啦。咁唱呢一首啦，我諗呢度應該在座咁多位都會唱。流过。
Thank you.